小花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那不那个伯父叫我。你这脸怎么弄的？脸啊？嗯。驴踢的。怎么样你？啊？心情好点没？我没事儿，我的事儿你甭管了，走了。哎。 上班去了啊！哦，伯伯，嗯，你蹲过大狱啊？蹲过大狱？啊？目前为止还没有。哦，我看你这蹲的业务挺熟练的，以后别到面前蹲着啊！不是我，这不早些年那儿摆地摊嘛，我就在摊那儿蹲着就习惯了。嗯。 行，进屋里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来，我给你。来，好，好。小花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你不想理我，但我还是想跟你谈谈。你说个地方，我们今天见个面吧。 这个脸上的伤还疼不疼啊？我脸上伤没事儿，快好了。嗯，那个，刚才看见小花了，没事了吧？她现在？哎，她心里边那坎儿哪儿那么容易就过去了？嗯，哎，自个儿的女儿，自个儿了解。这回。 关羽这混蛋是真伤着他了，哼！你别看小花平时嘻嘻哈哈的啊，什么都不在乎，那都是装的。哼，其实他心里边的苦只有他自个儿知道，从来不跟别人说。我是真把他给憋坏了。伯父，嗯，我明白了。您这趟把我叫来。 想让我做什么，怎么做，您尽管吩咐。你小子是真聪明啊，这马一点就透。得，这段日子我就把小花托付给你了。没事的时候，你好好开导开导他，替我照顾照顾。哎呀，我先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伯父，您看您这说哪儿的话呢？我这不都应该的吗？ 你小子要是我女婿，这多好啊！这，哎，伯父，嗯，这件事儿我们把您给骗了，真是对不住，让您伤心了。 那段我给你甩脸子，你也别怪我啊！你小子也伤着我了啊！我是真是对你动了真情了，也你也真把我给伤着了。哎，来了。 要不先点点吃的，你最爱吃的香辣蟹。不用了，我现在不爱吃香辣蟹。其实这件事绝对是怨我们，您教育我们的对，这件事我们是欠考虑，我也请求您。不说不说不说，今天咱把话说开了，这就行了啊。以后是吧？该怎么着咱还怎么着。哎，哎，对了，我上次见你那父母，那是真的吗？ 那你也不想想，那能是真的？那不都雇来的吗？你这小子啊，我看那俩人就不着调。我这，那你父母干什么的？我。
我父母就是不说了，我也不问了，不问了啊，咱还以前一样，做干父子，干父子。哎哎哎，哎，今天你有事没有啊？我没事儿，我整个下午都闲着呢。正好给我买菜去，中午给我做的炸酱面，我还真想这口了。哎，我跟您买菜去。我跟您说，除了这个炸酱面，我还做好多呢。小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那天没揭穿我。关羽，如果你今天找我来就是说这个的话，那就不必了。我还有事先走。哎，你别走，我还有别的话要说。小花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这辈子欠你的。这么多年了，只有你最了解我。我就是一穷山沟的孩子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熬到现在，但是没想到一场车祸毁了我一切。这是老天爷可怜我，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遇到林丽。他爱我，他爸爸也赏识我，所以我不想放弃这次机会。小花，我爱你，我不想骗你，但是我没别的选择，咱俩没法结婚，就算结了婚，日子也没法过。我不想离开这个城市，遇到这次机会，我想把握住了，我不想再失败了，所以我请求你成全我。我成全你？对了，这才是你今天想说的重点，对吧？说吧，我怎么才能成全你？我跟林丽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跟她说我跟你分手了，所以她不知道咱俩还在一起。我希望你不要揭穿我。你爱他吗？这不重要。这个不重要。天哪！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人呢？你放120个心好了，我不会揭穿你的。我当时没有揭穿你，以后我也不会揭穿你的。因为我周小花虽然是个弱女子，可我知道什么叫做尊严。而且我不会哭哭啼啼的过完我这一生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相信，头上三尺有神明，只要是善良的人，就一定会得到幸福的，知道吗？祝你成功，关先生。哦不，应该是未来的关总吧。我还忘了跟你说声谢谢了。当初你没选择跟我结婚，我现在真的特别的感激你，谢谢。哎，小子。他怎么走了？啊，他也有事儿。哎呀，怎么着，兄弟？什么事办事儿啊？哥哥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我们俩分手了。啊？Thank you.
呦喂！哎呀，烫死我了！多了多了，哎呦，坐多了啊！哎呀，坐多了坐多了坐多了。哎，小马啊，我说你这菜色香味，那比那鸿运楼的都强啊！啊，呀呵，嗯，吃出来了，伯父啊？怎么着？我跟您说啊，嗯，当年我在鸿运楼干过几天领班。啊，跟这个大师傅学了几道菜，你看厉害，你看我就说嘛，真是的。不是小马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你怎么会的那么多呀？你啊，不，嗨，这不是出道早吗？啊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了，没办法，对对啊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说你这小子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吃完饭我替你去，你这着急忙慌干嘛呀？这饿死鬼投胎，来吃饭呢，那你干嘛？干嘛？赶紧，有好戏！你看，赶紧的吧。什么好戏？我看看去啊。嗯嗯。那我也看看去。哎，师傅，哎，快！哟呵，这怎么意思？这个。哎呦，哎，这不冯姨吗？是，坐会儿吧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冯总把我叫过来，就让我做他的助理。谁助理？哎呀，冯爷，这家挺厉害。都在这儿啊！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们怎么了？不是，您这也太伟大了吧！哦，敢跟美国鬼子拿这个美国话交流，还巴拉巴拉特流利，我这觉得太惊讶了。这算什么呀？他是我同事。那是您同事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今天早上一早就回来了，回公司呢还开了个会，然后顺便啊把箱子给送回来。哦，你打哪儿来呀？我去美国了吗？走之前我不是告诉你我要去洛杉矶吗？对，说了。十几个小时飞机还有时差，我都快累死了。是。哎，行了，不给你们聊了。我得去办点事儿啊，把我箱子送回去。来，给我。这车是谁的呀？哎，这是我的呀。您呢？啊，公司配给我的。哎，老周，哎，我待会儿有事儿找你啊。好，你们都别走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得嘞。那个慢点，冯姨，这没休息好，赶紧在车上好好睡睡啊。那个慢点开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注意安全。哎，慢点。拜拜，冯姨，拜拜。我跟你说，伯父，肯定出事儿了。啊，你看冯姨没有？出趟国以后又配人又配车，他不会投靠美国人当间谍了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帮你好了。哎，那我也去。不是，哎，那你俩走了，这箱子谁管？我真是应该谢谢你，真的。这么多年了。我老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直到认识了你，我才觉得自己有了个伴儿。其实啊，最应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在认识你以前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回家上班，上班回家，千篇一律的。我才刚三十出头，一想到以后的生活都是这样，心里就特别害怕。不瞒你说，我们现在都没有要孩子。其实不是我不喜欢孩子，是我不甘心。我不甘心我的生活就这么完了。啊！但认识你以后，我才知道我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我觉得我跳出来了，真的。所以，我必须要跟你说声谢谢。这么感谢我，让我很惭愧。哎呀，我真想多给你一点儿，可是你也知道，咱没那个能力啊。你也别这么想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该有的我都有。再说了，要是为了物质的东西，我也就不会跟他提出离婚了。你提出离婚了？离婚是大事儿啊。你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假使说你跟他离了婚，跟了我，你可就没现在的安逸日子了。哎呀，跟我的道路一定充满了艰难困苦。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，我觉得这么做值。再说我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你，
也是为我自己。有道理。喂，哎，我说小红，你这两天在什么地方呀？打你电话，你电话还给关机了。我问你们单位同事，你们单位同事说你休年假。咱爸说你也没回去。不是，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你别管我在哪儿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后天中午回家，希望你也在。我有事儿要宣布。这两天我在外地不开机，别给我打电话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，小红？喂，喂。跟你爱人离婚的事儿，你考虑好了？你都这么问我好几次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是想说，当然我是从你嘴里听说啊，你丈夫这人除了木讷一点儿，不大懂得浪漫，好像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。如果只是因为那一点儿跟你离婚，是不是显得太草率了？你有所不知，以前我也这么认为，但现在我发现根本就不是浪不浪漫的问题，而是他根本就不在意我，更不在意这个家。你说我还有必要维持下去吗？可是他也没犯什么错误，你们俩之间也没什么原则问题，你有时候也得考虑到人家的感受。那他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这事儿不能这么说。哎呦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已经决定的事儿了。哎呀，你看这空气多好呀，出来一趟不容易，咱们好好感受一下吧。啦呀啦，啦呀啦，啦呀啦，叫。不对不对，哎，什么时候？啦呀啦，没听见吗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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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慌别慌，这么着，走。走你，马上！拉呀拉，拉呀拉，就你鸡贼，人这马干嘛的人在这儿啊？连环马，你知道吗？快点，缓一道，怎么着？不，缓一道，就缓一步，就缓一步。来，不是都没看见？还您这狙，干嘛呢？你这是？还您这炮！我跟你说，拉呀拉，不是，哎，拉拉呀拉，哎，别拉了，哎，你小子真行啊啊！我这玩了一辈子鹰，到头让你这小家巧给叨了一下眼睛。这是啊，伯父，您看您这不，别急，伯父，我跟您说，三局两胜吗？不是，啊，您不已经赢了两把吗？我这等于还输着呢，您着啥急？你得了吧，你是让着我的，这何源他都看出来了。我看他这棋，不是你看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说这要传出去，说我下棋都得让往边让着我才能赢的，我这都没脸见人，我都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何哥，你看看我这当小辈的难不难啊？赢了伯父又挨骂，输了他又不行，你说我怎么弄？不是怎么办？说你啊，哎呦，你这下棋啊，道行差远了，嗯，啊！你这让棋都让人看出来了，以后你让棋你得多下功夫，知道吗？哦，问题在这儿呢。你以为呢？那等于下回让棋得这个虚人，哎，你得虚，你真实啊。何哥，你不愧是伯父教出来的。那是这闹着玩是吧？那听金玉其话，胜读36年书。下回我就虚实了，哎，客气客气啊！再送你一句话：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与君共勉。得嘞！那咱再俩小兔崽子啊！我说，合着伙编排我啊！上午还乌眼鸡似的逗他，下午就怎么着合起伙来了就。不敢！这不是您说的吗？啊，这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嘛。《三国演义》头一章。哎，在这儿等着我呢啊！不是，那咱再来一盘，怎么着？这把就算。我确实没看见。呦，冯毅！哎呦，冯毅来了！来，您不错呀。来，屋里坐。哎呦，哎。下棋呢？啊！哎，这谁赢了？哎，我跟您说，我师傅，其实啊，哎，跟你说，这我师傅刚才啪一下，你看什么？这就一下和棋啊？那个挺好的吧？你跟小马你们俩和好了？
我们俩也没事儿，这压根儿也没事儿，多大点事儿说开就得了。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哎，你们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您什么事儿？能不能赏脸？我请你吃顿。那必须的，您说哪儿吧，地道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啊，这没起子劲儿的。不是，这不过年过节，你吃什么饭呢？再说，咱在家里吃，外边多贵啊！哎，现在没有马大厨掌勺，生活水平那是又上了一新台阶儿，是不是？你请，冯姨，你别二去。我跟您说，您可能不太了解我，晚上我亲自掌勺啊，让您看看这个宫廷菜到底有多么的爽口，成不成？哟，这小马还会做饭呀？那是。我呀，以为他只会吹牛呢。不是，我就会这本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。不过今天晚上这顿饭我已经订好了。哦。哎呀，这顿饭呀，非常重要。我要跟你们告别了，因为我要搬出去了。啊！分公司总经理，是啊，不过呀，是今天早晨才任命的，这不配了一辆车，还分了一套公寓呢。今天呢，我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明天就可以搬过去了。哎呦喂，黄姨，您太有本事了，您才干几天就成总经理了。师傅，您说我什么能成总经理？又有你的事儿，一边待着。让我听听呗。嗨，我呀，也就算是撞了大运了。这不，我去美国去接一个团嘛。正赶上我们公司啊，跟一个欧洲的最大的公司在谈一个合作项目。我们公司老板说了，你不是会英文吗？一块去吧。我就去凑热闹去了。结果呢，我就用英文直接跟他们谈判了。哎呦，我就给他们介绍这些旅游项目啊等等。哎，老周，这还真的要谢谢你啊。幸亏你给我补了几周的课，真的没白辛苦。我就用这些。所有的这些东西啊，就使劲忽悠他们。这老外啊，真心动了，立刻就把合同签了。哦，要办个新公司，还让我出任总经理，怎么样？哎，老周，老周，你说我这运气是不是来了呀？我怎么像做梦似的？我真的不相信。哎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这个运气，它都是为这个有准备的人预备的。是是是是，你这要是搁我们仨，那就瞎了。哎，没我事儿啊。你们俩瞎了，我挺有本事的。哈，你们都比我强，行了吧？哎，我早就说你呀，就不是那池中之物，总有一天你得飞黄腾达，从我们家搬出去。就是没想到那么快。老周，你这不是骂我吧？嗨，我今天这个好运气不都是因为你吗？要是没有你，哪有我今天呀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直都这么帮我。我真的心里特别感激你。要是没遇到你啊，我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了。谈何飞黄腾达呢？哎，这冯姨，那是不是我也帮助过你啊？对吧？你我做出的贡献也不小啊。你聊天，对，别人去。我不会忘的啊，小圆儿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老周，这是给你的，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这什么呀？这是。你买点东西吧。
你太小瞧我周典放了你，拿回去，我不缺钱。哎，老周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知道你对我的帮助那是用钱买不来的，可是，就算是我交你的房租，行不行？这么长时间我在你这儿住吃喝，一分钱都不给你，我这心里不落忍呢，真的。他凤姨，你听我说，我当初啊说让你住在这儿，我不是说要把房租给你啊。你这个落难十有八九，那是因为我们工作失误造成的。我让你住在这，不过是想补偿一下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你要是真什么的话，那你现在就搬走，我不拦着你，好不好？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我不给你了，好吗？我收起来。对，不给了。嗯。那今天晚上总得去吃饭吧？你不能再拒绝了。嗯，我问问，那个怎么着？那咱们去吗？那肯定得去啊，那必须得去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人家冯姨都说成这样了。对，你瞧你小子的眼睛，哎，一听说有饭局都拦了都。那行，一定去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小花、小红呢？还有咱们家大教授，一块叫上啊。那不合适。多热闹呀！叫上，去打电话，快去，去呀。行，打个电话吧。哎，好。没人接啊，伯父。他们呀，肯定是在忙着呢。哎，咱们先过去吧，待会儿啊，把地址给他发过去，让他们去找我们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伯父，冯姨说的对，不至于的，人家都忙，不是说随打电话随能叫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您年轻时候能喝两斤多的是吧？呵，这家，我最近练了一套千杯不醉的功夫。这么着，伯父，我先让您半斤，成吗？咱俩拼拼。走，先喝酒。走，喝酒去。走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，您有我呢，您甭怕啊，没关系。你这，哎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师傅。不为少啊，六六六啊，八匹马呀，八匹马呀，全来了，喝，跟我玩似的，喝。来，真是，我划拳的时候也没出来呢。木哥来，来，我来，这，我跟你说，老婆，怎么了？老张，秦老师最近怎么样？你跟他联系上了吗？好的，提他干嘛？哎，来，小马，哎，喝酒啊！来了，来，好，得嘞，哎，玩一个，老郑，那个我以水代酒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啊，特别感谢。哎呦，哎，还有小马，哎，给我们这放酒啊！不能够，哎呦，得嘞，来，师傅，放一个，来，好了啊。喝，老何，梅哥，你说完了，继续啊，来，继续啊。快，光吃这个吗？哎，为什么？你光喝了不吃东西啊？他凤爷，嗯，你呀，忒客气了。其实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我根本就没帮上什么忙。要说呢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哎，对。还有小马，哎，伯父，还有你何源，哎，师傅，我呀得谢谢你们，还愿意陪着我。现在也只有你们愿意陪着我。哎呀，您，哎呦，那什么，伯父，那个师傅，我跟您说几句话啊。哎。您为什么别扭呢？我知道，是吧？冯姨也知道，但是今天咱不喝酒吗？我估计这些都是误会，甭琢磨这个，成吗？伯父，来，我敬你。我永远都陪着你啊，师傅。哎呦，呦，哎呀，你不是伯父，师傅，您这挺高兴的一天，您何必呢？您这弄得人心里挺难受的。哎，你这不是胡说了吗？
气，快点叫。哎，那个冯姨您没事哈。大爷，我求求您了，现在大半夜的别喊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身份证都没带，一会儿给咱拘起来了。哎，走，哎，到家了，到家了啊！来来来，你慢点，我多远呢？到了，别，不是，哎，你怎么着？你扶住了，快点睡呀！爸，哎呦，爸，你们喝这么多酒，谁让你们快不快的？不是，你着急什么呀？别着急。赶紧把他扶进去吧，小花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得嘞，那你起来，你起来。小花还没喝呢啊！来，我知道。来，走了是吧？走，一二走。小花，我说你扶住了成不成？我没那么大劲儿，我这累死我了。李大我给你弄杯茶，走，小花说话啊。走嘞。咱们俩有什么话可说？我告诉你，没人怪你爸，是他自己把自己灌多了。为什么？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我告诉你，因为他伤心，是你们让他伤心。他今天晚上还哭了，哭得非常难受。他是为你们在哭。他把一辈子都给了你们，现在想跟你们见一面，吃顿饭都那么难。你说他能不难受，能不哭吗？你跟我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他是你爸，是这个世上最爱你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遇到麻烦了。可你是个成年人，你得对自己负责，你不能再让他为你担心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为你们倒下一次了，万一再有个闪失，我想呀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别难受了，你明白就行。小花，我明天就要搬走了，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。我这人脾气也不好，啊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就算是我住在你们这儿的房费和生活费吧，你收着。冯云，这个肯定不能要。哎呀，这是给你爸的。你替我给他买点东西吧，啊，拿着，真的收着，收着，收着，听话。哎，说实话，在这儿住了这么久了，我还真舍不得你们。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爸了，他岁数大了，该你们照顾他了。你能照顾他吗？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装好了啊！喂，方总，你有什么东西了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些。行呗，那我就回去了。那我回去在公寓门口等着了。行，没问题。行，方总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哎，再见了。再见。多了吧？啊，那不等了，那我走了啊。你回头呀，跟你爸说，让他有空啊到我那儿坐坐。你也是，啊。方姨，您多保重啊。嗯。好的。啊，我走了。
哎，姐夫。哟，小花。哎，你在门口啊？哟，这是送谁呀、啊？那谁的车呀、啊？冯姨啊。冯姨干嘛去了？冯姨这不是搬走了吗？哎，姐夫，你今儿不上班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哦，你姐让我回来的，说是有重要的什么事情宣布。她回来了没有？没有啊，这都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姐夫，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，现在你姐啊，我干脆联系不上她。咱爸在吗？在呢，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还没起呢。哎呦。爸，你怎么样？好点没有啊？啊，爸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呀？没有没有，来了啊！哎呀，头有点晕，弄块冰毛巾就舒服点。我昨晚上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啊？哦，昨天我电话落在办公室了。哦，我今天上午才看见您的未接电话。哦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你跟小红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你？爸，我不知道。我最近啊，连他人也见不到，他手机呢干脆关机了。我只知道，他跟一个男的最近走得挺近的，这男的是谁，我还真不知道。爸，我感觉我们俩快走到头了。哎，你别瞎说啊！那个小红的事儿，他都告诉我了。他就是跟一个网友挺聊得来的。要说这事也怪你啊，他为什么跟人聊得来啊？那不是你不愿意跟他聊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圈儿，男人有事业心这是好的，是吧？可是呢，也得有家庭的责任感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光顾了自己的事业，你把什么事儿都甩给家里的媳妇儿，这样下去不行。你们之间还是得，是吧？爸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嗯嗯。以前呢是我做的不太好，嗯，我现在不是想弥补吗？嗯，可是我见不着他人，我没机会呀。啊，甭着急，爸给你安排时间啊。哎，这个现在小红也不在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呢？啊，是我让他来的。哎呦，姐，哎，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啊。哎呀，两口子过日子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，是吧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，说开了就得了嘛。啊。你们俩人好好聊聊。花儿，打下手，跟我做饭去。爸，您甭忙了。啊，正好大家今天都在。嗯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。宣布什么？李泉，我今天正式申请跟你离婚。咱们这个家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希望你能放过我。周小红，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。啊。你不能这么对待人家李全儿啊！他就是再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不能这么不依不饶、没完没了。你，小红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们俩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念旧情呢？就算我以前做的不对，我改，可你总得给我机会吧？跟这些都没关系，你没有错，全是我的错，真的，全是我的错。咱俩的婚姻就是个错误，我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我就要改正，就这么简单。周小红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我们俩谈了四年的恋爱，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你怎么说我们是个错误呢？这当然是个错误。什么深思熟虑？我再也不想深思熟虑的过下去了。我还年轻，不想就这么放弃寻找自己幸福的机会。说这些你也不明白，我是不明白。可是我记得，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俩相互都发个誓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俩一辈子也不分开。你还记得吗？有吗？我爱你吗？我不爱你，真的，我一点都不爱你。我已经爱上别人了。我要跟别人在一起。杜小红，别动手，千万别动手！他跟你置气呢啊！我说的，我说的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周小红，人家李全，哎，李全，你别走啊！周小红，你要气死我呀你呀啊！我谁也不想气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没有错。你们都甭劝我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这叫什么吧你？你这叫始乱终弃，不是这词儿，你
净水性杨花，你轻浮啊你呀 啊！你说我们老周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块料啊你呀、啊、你？骂吧，随便骂，老周家就是出了我这块料。我今天还告诉你们，我自己的幸福我要自己掌握，你们谁也不要替我做主。什么？姐，你我，哎，我管不了你，有人能管得了你？他就不信了，我跟你说。嘿，我今天我你去干嘛去？你我上他们单位找他们领导，我让他们领导好好教育教育他。爸，您都气糊涂了吗？您什么年代？你找领导有用吗？什么年代呀？我不管什么年代，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，只要还是受这个国家，这种事儿都不能没人管。早上起来照照镜子，发现我还是那个样子，一样的眼睛，一样的鼻子，只是多了几根花白胡子，辛辛苦苦养大几个孩子，一家人住着一栋房子，虽然没有家财万贯的影子，生不起病就要有个好身子，这一天一天老了我也不能甘愿寂寞，这心里的事我可不想这么憋着，那鸡毛蒜皮说不清到底是谁错，最怕的就是守着空巢数着时间过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孝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啊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孝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啊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孝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。